哎，我的故事写太烂了。不知道，我觉得那个也是一个重点，但那个还蛮好。我就分享说，我就对着镜头，然后分享说我现在从刚开始去申请交换到现在的心境。然后呢，就有点尴尬。为什么会很尴尬？我就讲说，一开始可能需要准备些什么，然后就是可以让面试官可以问你一些什么问题，然后就这样讲，然后讲了4分钟吧。你可以找自抽啊，然后跟他一起。